钢蛋当单杠当单杠单杠单杠当钢蛋当杠当杠到底是当杠不给单杠当到底是钢蛋不给单杠蛋还是单杠不给钢蛋当你自己都讲不好单杠不给钢蛋当钢蛋不给钢蛋当三立八点台剧天道演员谢成君近来工作生活蜡烛两头烧除了要赶拍戏还要照顾身体不好的妈妈压力不小昨六日是他52岁的生日同剧演员江国斌陈佩琪王正富张明杰特地在摄影棚齐聚为他庆生加油打气让他瞬间红了眼眶而好友曾志熙虽然无法帮他一起庆生但也在 IG 晒出两人过去一起在泰国拍戏时在饭店里私下拍的影片画面中谢成君被要求念绕口令结果边念边偷笑让不少人看完后都跟着笑出来钢蛋当单杠当单杠单杠单杠当钢蛋当杠当杠到底是当杠不给单杠当到底是钢蛋不给钢杠蛋还是单杠不给钢蛋当你自己都讲不好单杠不给钢蛋当钢蛋不给钢蛋当杨三思平素的名字我们歌卡卡加入林用不同方式看新闻谢谢你看超人气 VTuber 报新闻小小直播线上即时互动轻松有趣多元内容3月16号起每周六晚间9点子午计划 VTubers 在三立新闻网